大家好，我是艾菲，为你播报八月十四号礼拜三个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天秤座，今天呢是有意外进财的机会，抽中大奖哦，财富非常的顺利哦。双鱼座朋友呢，今天则是名声响亮，英明得利，求职非常的顺利哦。牡羊座朋友呢，今天则是建立自信，突破障碍啊，健康呢也非常的平顺。两名星座今天特别小心，分别是金牛座的朋友，天气非常的炎热，导致你胃口不佳。双子座朋友呢，则发生了身体发炎的现象哦，小心是中暑了。那么各星座今天的幸运数字颜色推荐给大家：火象星座请用迷彩的颜色，数字八；土象星座请用蓝色，数字二；风象星座请用金色，数字六；水象星座请用黄色，数字四。